早上好。首先我们先看到了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，有很多是来自一家餐饮集团的朋友，又或者是 Ella Heights 的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的一家主题宴会厅，它是经过了13年，从一家创立以来到现在，筹备了3年之久的时间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正式的来迎接这美好的一刻哦。